近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刚开播时因为超还原原著备受好评，不过近日剧集登上微博热搜的话题却是男女主角与其他角色戏份孰多孰少的争议。伴随着剧情发展，角色黑化，戏份吃重的男二号任玉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前日罗云熙接受采访，谈及剧粉因为男一男二引发口水战，罗云熙表示，我觉得是可能大家入戏太深了吧，大家对香蜜的角色有认同，作为演员来说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没必要为了剧中的人物去吵架。非凡娱乐整理报道。